上次咧都染过一次咧，其实系感觉咧完全唔伤头发噶喎，咁点解咧？头先咧我哋漂咗三次，三次都咁滑，好似一次比一次滑。只要你輸入翻啱嘅條件就可以做到一個精準嘅配方噶啦。即係我如果下次都想染翻嘅色，係可以做翻同樣嘅色。絕對可以。保染嘅時候，其實我哋都可以跟翻個 app， 即係你上次做過啲咩嘢顏色，佢會有 record 嘅。佢透過個 app 係可以有 record 咁樣。係啦。哦，方便喎。咁我哋咧個顏色咧係純色素上色啦，咁因為傳統有90%+都係用對本二胺 PVD。咁 PVD 係咩嚟嘅咧？佢 Saki 嗰個智能丸嗰個配方其實係用咗個液晶乳化技術嘅。香港髮型師，香港髮型師，香港髮型師，極力推薦 Saki 智能 Color， 健康、安全、有效。